真是岂有此理！碧红夺得了盟主之位，却不履行盟主的职责，还伙同那个魔女做出绑架父亲、残害正道同僚之举。现在又让魔尊你啊去交换，那我们玉华派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？他们是要疯啊！这老夫难道还能怕他们不成？哎哎哎，差不多得了，别装大尾巴狼了。你们玉华派现在几斤几两，心里没数吗？ 袁赵被抓，后池又是个植物人，就你那几头灵兽，进了神宫都得让秋离当野味烤了。既然是冲着我来的，还是由我来摆平一切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啊，魔尊竟然如此深明大义，那我就代表我们玉华派上上下下，感谢魔尊。